先看视频，刷到一个小伙子在那测评蒙古奶豆腐，撕开袋拿过来就咬一口，然后你会吃奶豆腐吗？你就在那测评啊？那是开袋就吃的玩意儿吗？那个？你看把人家内蒙的大姐给气了啊！这奶豆腐是开袋就吃的东西吗？我们来看一下食用说明，开袋即食。啊，闻起来有股那种酸味。我们先切一片来试一下。哇，好酸，尝不出那种奶的味道。它这里面是不是加了醋啊？而且它的口感是那种干巴巴的粉面状。我们试一下第二种方法，就是拿去蒸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蒸熟了之后感觉很有弹性哎。我们撒点白糖，现在就感觉有奶香味了。然后味道的话，就那种甜酸甜酸的。我们再来直接试一下。哦，啊，咬多了。这味道非常像那个酸奶味的泡泡糖，嗯，泡泡糖。